今天我们在林口这个雾都啊，雾好大啊，为大家介绍全新大改款，代号 X254 的宾士 GLC。我们跟原厂一直借的银色的这台200，风信子红的这台300，来为大家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新车试驾。然后我们借的时间也比较长一点，我们现在基本上试车都希望能够借长一点，这样我体验可以多一点，以及我们拍摄可以拍的画面可以美一点。先讲售价，在200的部分售价是266万，300的部分311万，但是这两台媒体试乘车都有大量的选配套件，选完之后的具有系300是357万6千块，那200的部分也破300啦，它的售价达到331万1千元。先讲几个市场讯息，首先第一个，原厂从上市到今天接单超过2700张，这2700张的比例，300和200几乎一样。以及你现在如果去展示间订车的话，依照经销商的规模不同，我建议大家多跑几个经销，譬如说你中华宾士也去，台龙、台铭什么都去，那去比较一下交车时间的长短。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说不太准，因为业代有可能现在也不太能跟你保证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交车。总公司是说，如果你今天去下订的话，大概9个月以后吧。9个月以后就是10月、11月，甚至要等到1年。那既然你都要等那么久了，建议大家可以多选配一些得定的套件，让交到你手上的 GLC 会是更完整，以及你更喜欢的 GLC。所以我常讲，钱没有不见了，只是让车变得更漂亮，更符合你的需求而已。虽然是大改款啊，但是其实你一眼还是可以看出它就是一台 GLC， 因为现在家族特色，不管是水箱护罩啦、头尾灯啊，其实大家的设计上都差不多，车型上、规格上也差不多，只差在几个很重要的重点。现在大家比的是什么？电控系统、内装的荧幕大小、解析度，包含了灯具的变化幅度的大小。反而不太会在意，像我们那个时代啊，20-30年前啊，从什么8V 啊变16V 啊，单点喷射变多点喷射，或者化油器变成喷射引擎，那个时代的汽车改变啊，也许搭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呢，每一次的改变会让我们那个时候的试车编辑会非常的有感。现在的汽车改变不再朝这个方向了，燃油引擎慢慢要绝迹了，取代的都是纯电或是电力辅助，所以到今天。你变成是每一次改款看到的，不要说宾士的任何品牌都一样，你看到会觉得说啊，不是差不多，可是差在你很有感的地方是什么？你每年会抄，就好像以前人不拿手机，现在拿手机一样嘛。就像我们看到现在的头灯，以前头灯只要会亮就好，现在不是，除了你夜间行车没有路灯有多光速之外，这两台车另外还选配了数位头灯，这个数位头灯还多了迎宾的功能，炫。真的很炫，但是实用吗？我觉得有多光速就好了，不见得要用到数位头灯，除非原厂免费送，那你就加减用。否则的话，头灯我认为多光速它可以保障你的行车安全，当你在夜间看得更远、看得更广，而且不会影响到其他驾驶者。那至于数位头灯，我觉得现在选配的必要性并没有非常的高。这两台车都选配了 AMG LIGHT， 也都选了夜色套件，大家可以看一下。很可惜，两台一模一样，如果最好是一台没有 AMG LIGHT， 也没有夜色套件。这样会更好来做比较，大家去比较一下，你到底喜欢夜色套件，或是不喜欢，又或者是你要不要 AMG LIGHT， 因为这些套件会造成你在购车上成本的压力。虽然这一次的 GLC 它是以 MRA2 第二代的后驱底盘所打造的一台 SUV， 它的基础是后驱平台，然后现在作为四驱，在台湾甚至在欧洲当地目前只有贩售四驱的版本，并没有后轮驱动的版本。然后这一次呢，原厂有开放一个选配，它是绑在一起的，气压悬吊
加上后轴转向，这个在具有性上面很难得。不过很可惜，这两台车都没有选。我本来以为红色这台有，因为原厂跟我讲有，结果拿到车的时候发现根本没有。如果有的话，我可以更完整的去体验。因为气压悬吊和传统的减震筒和圈状弹簧在行驶的过程中会有非常大的差异。也邀请所有的读者，如果你有正好选了一台有气压悬吊的具有系，如果可以的话，你又住在台北，哪天有空绕来内湖，让我开一小段体验一下，因为原厂现在没有这样的体验。我想知道这种中型 SUV 搭配气压悬吊，因为它的竞争对手都没有办法选气压悬吊，它可以选。那选了以后，它带给你的行车表现会有多大的差异？这个是我非常好奇的。两台车都一样，只是它在轮圈的颜色不一样，都选了20寸的 AMG 的轮圈。那在车侧另外几个重点，首先第一个就是车顶上方的天窗，不管你买到任何一个等级，都要做选配的。两侧的行李架要选黑化，也要再加价。然后后视镜上整合了镜头、方向灯，以及它后视镜的位置呢，是在比较友善的车门上，比较靠近车中心点的，可以让你在转弯的死角稍微降低一点。我们接下来叫它的车尾啊，其实我刚刚有强调，就是现在都是家族式的一贯设计。你看它整个车尾，现在宾士最近的新车上市的尾灯设计都是外宽，然后慢慢内缩到一个很尖的收缩。那些灯泡当然看不到一颗传统灯泡的，大面积的 LED 的光条加上 LED 的灯泡排列组合。那因为夜色套件呢，你看它中间贯穿这个黑色的材质，这个就是夜色套件。尾翼两侧的这个黑色材质也是夜色套件。保杆附近亮面的黑色烤漆也是夜色套件。排气管左右各有一个镀铬饰条。我比较不习惯就是它的车侧的门板下方还有保杆的上缘呢，还是一些防刮材质。如果这个地方也同色烤成黑色镜面的话，可能视觉上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在车尾右方有一个 4MATIC， 现在的具有系都是四轮传动，没有后驱的版本，以前有，现在没有。那如果说你要 4MATIC Plus， 你可能要等到 AMG 具有系43。我们来介绍引擎之前啊，我刚刚忘了要把口罩脱下来。现在其实不过室外是不用戴口罩，有时候还是习惯，因为戴两年了，已经习惯了。有时候出门没有戴口罩，好像忘了带身份证出门一样。我们介绍引擎规格，不管200或300，它的排气量是一样，引擎也是同一颗，只差在调整的不同，输出的不同，所以创造出的加速性能还有最大输出，当然也是不一样的。都有48V。说到48V 啊，宾士是在48V 琢磨最深的一个车厂。它不断的研发，不断改进，从外挂式一直到整合在引擎和变速箱塞槽中间，一直到整合在变速箱里面。所以你看它48V 的出力可以达到23匹。我们前几天试驾 BMW H7， 它也是48V， 但是外挂式，它多几匹，好像从11匹变12匹而已。这个差异对于驾驶者来说要看地区性。如果今天你是长时间不会碰到红绿灯，都是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情况下，其实48V 你几乎感觉不出来。可相反的，因为它的辅助动力的辅助很有限。如果说今天你是在台北市，从中央东路一段到四段，下午6点的时候，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出，第一个引擎熄火再启动的抖动，第二个熄火之后在夏天冷气会不会冷，这个就会影响到你对于48V 的观感。所以我常说48V 它虽然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品，但是它却对于因为你的开车交通环境，让你对48V 会非常有感或是无感。这两颗引擎的排气量都是 1999cc， 在200的部分最大马力204匹，扭力320牛顿米，离到100加速7.8秒，极速221公里。两者的变速箱都是9速的手自排变速箱。300的部分最大马力258匹，扭力400牛顿米，零到100加速6.2秒，极速240公里。我们现在打开它的尾箱，当然有脚踢感应，但是你在踢这个脚踢感应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它进步咯。你看它开门几乎没有声音，然后再一个更重要的，关门。你看，你有没有碰过那种电动尾门关起来的时候，好像它欠你300万一样，
非常用力的把它关起来。但是这台车你看，这个都是进步哎。打开之后先讲一下数据，一样有4×4椅背的导屏功能，而且两侧各有一个电动释放的，但是这个电动释放只能释放6/4分离的椅背，在没有导屏的情况下，620公升，导屏之后1680公升，整个后箱的平整性表现非常好，并没有因为多一些行李箱的凹槽来让行李箱共振数更多，然后在帐板下方还有非常大的置物空间，以及有一些硬的后行李箱的分隔网，加上打气机和补胎剂，还有就是有这个挂钩啊，你可以很便利的挂在这个橡胶条上面，方便你做一些取物。我们来接到后座之前哦，风信紫红给大家看一下，黑色的行李架，中间的全景天窗，包含20寸的 AMG 的轮圈，这些都是钱堆叠起来，所以钱没有不见啊，变成车比较漂亮的样子而已。打开车门，红色黑色的皮质内装，包含了小玻璃，因为这次是一样是全新的后驱底盘啊，所打造出来的 GLC 包含了 C Class， 所以它的空间表现我们要丈量一下，膝部空间勉强2个拳头，头部空间1个拳头多一点，大概1个拳头1个指头，然后后面4区恒温空调，后面有2区地图带，包含了4板，包含了皮质的门把，所以就是就看你的喜好，你愿意花更多的钱去做这些选配，让这台车陪伴你多年之后呢，不管是家人坐在后座，驾驶开的 GLC， 你都可以有一台更符合自己需求的，又或者是开起来更满意的一台宾士。好，后方两组 Isoface， 扶手打开，这个设计都跟上一代差不多，一样按压一次放一支笔，再按压第二次就出现2个杯架。接着我们来介绍全新大改款的 GLC 的内装哦。那一间我们是200和300也是啊，那我们会拍2个对比的画面，就在200上面、300上面画面，大家自己去判断去选择，以及我会建议大家有些东西强烈建议要选。如果你想要跟他长时间相处的话，有些东西选了以后会让你未来这几年开车是比较幸福的。首先我们就以300为基础，第一个原厂行车记录器20000。它在哪里呢？在这里。我刚才特别看了一下，还蛮妙的、哦。在 APBS 里面，然后这边有个行车记录器。因为我们这台车借很多天，对不对？我们会回去请我们的员工插一个 Type-C 的 USB， 录一段影片给大家看，不经过修剪录给大家看，让大家去分辨画质如何。因为这个很重要，这花20000哦，20000块你去汽车百货装行车记录器也顶到天了。但是原厂就是不会让你去拉线，然后接一个很丑的行车记录器，然后前后各一个镜头或怎么样的。那如果是原厂内建的行车记录器，你只要接的 Type-C 的 USB 录影，它的画质白天晚上到底如何？大家看画面。The next day， 那我们经过了一天啊，请同事帮我录了 GLC 的行车记录器，20000块，对不对？就它只有前方画面。然后画质又烂，所以这20000块建议大家不要花了。90000块的黑红色真皮内装，就是这台300上面的，你看得到的这个真皮内装。双前座豪华座椅强烈建议选配，因为它会让你在两侧的前门门板上会有通风椅和加热椅的功能。那它的选配价钱是40000。再来一个部分哦，它分两段的，一个是8000块，一个是18000，差在哪里你知道？就是这个中控台的腰线以上这个菱格纹，它不是碳纤维哦，菱格纹上半部18000，下半部就是安座这边8000，以及149000块的豪华专属 Plus 配件套件，它在内装的部分有几个？第一个抬头显示器，第二个多区恒温空调，就是4区。你只要在空调列表这边按下去，它会出现第一排座椅，对不对？还有第二排座椅，就是4区恒温空调，这个都包含这个 Plus 套件里面哦，以及小柏林音响，代号810，隔音玻璃很重要，就是前面两个车窗的双层隔音玻璃。如果你没有选的话，变得跟后车窗一样，它是单层的玻璃。NBUX 扩充实境导航功能，就是所谓的 AR 实境导航。那这个 AR 实境导航在 NGT7 上面，因为车种的不同，
所以会分为有的是在音响萤幕上面会做实境的鱼骨头，高阶一点的车款连前方的抬头显示器都会有，所以你就要看你的车型都是 NGT7 最新的系统，就只差在你的车型的规格不同，会造成你的 AR 实境导航它显示的方式多与少。好，这个是300的部分，我们接下来讲200，重复的部分我就不讲了。第一个一样90000块，就是它皮质颜色不一样，一样是90000真皮内装，200多了一个后座的侧面气囊19000块。AMG LINE 的内装套件，这个是不用加价的，你只要选了外观，内装是不用加价的。它的内装的部分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就是这一个方向盘。如果你没有选这个方向盘，以我个人来说了，这个方向盘的美观实用以及整个视觉上握感上的表现完胜没有选配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选这个蜻蜓翅膀的 AMG 全新的平板方向盘。好，以上就是这两台车在内装选配的部分，原厂提供了这么多 demo 可以介绍给大家，就是这些选配看你要不要选，那有些我建议大家要选。好，接着我们来讲它内装配备。首先，被动安全气囊数都是7颗，你可以选后面2颗。像那台银色200，它是有选的，所以它变成是9颗气囊。辅助驾驶现在不是23P 的，都是 P20 哦。那 P20 和23P 在驾驶者使用上其实差异并没有很大，主要差在侧面的撞击。然后因为它是大改款啦，所以它的内装当然朝向它的老大哥 S Class， 只差在所有的饰板啊、座椅的皮质啊，还有这些电控设备的多寡来决定。你买 S Class， 你可能所有都有了；你买 GLC， 有些东西可能要选配，有些连选都没办法选。那最重要就是前方这个直立式萤幕，你只要看到直立式萤幕，就是 NGT7， 一定是。但是有一些早期宾士两个12.3的，有部分也是 NGT7。那这个萤幕最主要就是我们来介绍几个比较重要的重点。首先在 Home 键的部分，里面有个 app 进去之后，你可以做所有的车辆、天气，包含浏览器。再来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萤幕下方，这边有一个 P 和摄影机，这个是我最爱的，也是我认为目前宾士完胜所有对手的，就是360度环境摄影。不管你是要做停车，或是低速行驶、巷弄间穿梭、车辆周围的摄影，它都可以扮演非常好的角色。那它这个功能啊，另外还多了一个，就是它的角度的照射的方式，那你可以透过手指滑动去判断车辆周围，不过这个还是要以你肉眼可以看到的辅助为主。比较重要有一个 auto， 你只要 auto 按下去之后，不管是前进后退，它的摄影机会自动的去拍摄你需要看得到的地方。另外一个更重要，在最右边有一个摄影机，旁边有一个导航的这个惊叹号，有没有？这个按下去之后啊，譬如说你常常去的住家停车场，你常常去的公司停车场，你常常去你觉得会需要用到摄影机的地方，你都可以把它按下去。按下去就出现什么？你看荧幕上面会出现一个已储存此地点，你下一次再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它会自动启动360度环境摄影，让你在那一段路的行车过程是安全的。那因为这台车有小玻璃，当你今天播到媒体的时候，在右下角有个齿轮，齿轮按下去之后就进入小柏林的设定系统，这一套小柏林的音质表现越来越好了。最早期的小柏林听起来没什么感觉，一直到今天进化到现在，价钱没有什么涨，但是进化到今天，汽车音响的科技也慢慢的被进化，透过电控，透过喇叭单体材质的升级，或者是喇叭单体越来越多，所以小柏林现在的表现大概等于是10年前大柏林的表现了。OK， 然后上方所有的气氛灯，包含了冷气出风口，包含了气氛灯的光条，你可以透过设定灯光、气氛灯、编辑设定，从里面去做改变。它改变的方式有颜色、亮度和特效。特效包含了就是，当今天你是调整空调，下车警示，尤其是下车旁边有摩托车、脚踏车或行人经过的时候，它会亮一个警示的灯号。这个都是目前宾士在气氛灯除了营造成夜店之外，这个夜店还有很多的警示功能。然后在音响主机下方一样有一个隔板，这个门帘呢，你往前推，再按压一下就可以收起来。然后打开之后，里面有两个杯架、两个 Type C 的 USB， 还有一个 QI 无线充电。说到 QI 啊。我大概放了5分钟还是会烫，因为这边没有空调系统让它散热，所以还是会烫。
然后后方一样是对开式的置物空间，里面还有两个 Type C， 然后有一个降噪的零钱盒。前方仪表 12.3 寸，这个仪表显示的功能和复杂程度也是目前宾士最高规格的。那它仪表可以显示的方式，透过方向盘左边，我们讲很多次了 ，Home 键按下去之后，它分为三段，第一段最下层，你可以做主画面的设定，随意你的喜好去多搭配。那你往上推是第二段，这一段的话基本上就显示前方抬头显示器。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当你今天进入像我们进入经典，你上下就可以做细部的切换。好，方向盘，轻盈翅膀式的方向盘，平板式的 AMG 的方向盘。后方有换挡拨片，左上角主要控制前方的萤幕还有抬头显示器，左下角就是达到 Level 2辅助驾驶的所有的按键的切换，右上角就是控制音响主机，右下角是一律电话接听，我的最爱音响大小声，所有的功能全部可以透过在方向盘的四个翅膀上面做设定，你双手不需要离开方向盘的，包含了方向盘的调整也是电动的了。那宾士一贯的就是上置式的变速箱拨杆，这个要花一点时间适应。如果你没开过宾士的话，花点时间去适应。然后左边一样是雨刷，雨刷拨杆连接的方向灯拨杆。那雨刷拨杆最外侧有一个银色的按钮，这个按钮分为两种，第一个按压，轻轻按压一下雨刷，刷一次，用力 hold 住按下去，启动雨刷喷水器。哦，这个就是宾士的一些使用上一些小诀窍。两张座椅都有电动椅，那通风椅是要另外做选配的。那它现在的电动椅呢，都不像以前，就是你在调整的时候啊，会有那个拨杆会前后推，它现在变成电控的，所以你就要轻轻按压一下就好了。其实有个地方是在传统的座椅的两侧，就是电动摇靠，其他全部都是在门把这样，这也是宾士一贯的设计。然后在上方天窗，不管200、300都要选，以后 AMG 应该是标配了，43应该是标配了。这个天窗啊，它第一段是遮阳帘，它是纱窗式的遮阳帘，你只要就滑的。然后第二段，你只要按一下，它就上掀，只有这个按压上掀的时候是感觉有实体按键，其他都是手指滑一下就好了。我们现在四个人胎压230啊，我们先试 GLC 200，后轴太跳了，原厂还建议250，230都跳了250，所以后面可能要再稍微再低一点，但是又不能低太多，225吧，你不能超过10% 啊。然后整个行驶起来的感觉的隔音表现非常好，因为双层隔音玻璃，所以这些都是要选的。那我现在有打开导航，设定是林口的。叫到那边那个麦当劳，因为我10年前住在林口的时候，那个时候常去那个麦当劳吃东西。我可以跟大家讲个笑话吗？我有一次啊，去那个麦当劳啊，我正好是在用 CarPlay，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是蓝牙，那时候还没有 CarPlay， 蓝牙。那我正跟蓝牙通话，然后我顺便去德来速嘛。那德来速我是不是点完餐之后，到拿餐点那边是不是有一小段距离？那正好朋友打电话来，那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我就到了那个拿餐点的地方讲一句话，我说，哎，你那个赖给我一下，现在开车没办法看，你先赖给我，等一下再回你，就这样讲完了。然后那个要给我餐点那位好像是经理，一个女生，把餐点给我之后，然后她把手机的赖给我，然后我看看她，她说你不是跟我要赖吗？哎，两边都没有鱼骨呢，我还可以弄这个导航去给大家看它有没有 AR 实境啊？没有哎，前方有个抬头显示器，抬头显示器面积已经大到已经非常夸张了啊！如果你不习惯前面有个亮亮的东西，今天可以把它关掉了。啊，那因为同一颗引擎，只差在动力输出的不同，所以我们先试比较入门的200，其实就够了，一个很成熟的产品啊。当今天消费者会买单会买它的时候，它累积了大量消费者的数据。在做改款的更新的时候呢，一定会保留很多消费者觉得已经很好的东西，不管是硬体或软体，车辆的回馈，它只会做一些细微的升级和改变。那我觉得 GLC 它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产品，很成熟的产品，所以它的改变呢，你把你眼睛蒙起来开上一代和这一代，其实你根本感觉不出来，差就差在这些我讲的电控、电装，就好像买手机一样嘛，萤幕越来越大，从1080到2K到4K 的萤幕。这个都是跟汽车的演变是一样的，
假设今天停留在几十年前，它的进化的过程中呢，从四缸变六缸，从单点喷射变多点喷射，变速箱从四 AT 变六 AT， 那你开起来就很。可是现在硬体的改变真的很少，所以就是这些数位科技。假设今天你跟我一样是三 C 笨蛋，那你在操作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可能适应的进入这个车子的蜜月期会比较久一点。就像我一样，我刚开始拿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只会用 Apple CarPlay， 后来发现，导航很好用，有鱼骨头，有 AR 实境，后来发现，原厂导航的 Here 的图资已经很棒了，根本不需要用 Apple CarPlay， 因为现在原厂导航它也可以连接的交通路况，来精准的判断出你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和距离，不需要用 Apple CarPlay 啊。但是 Apple CarPlay 的好处就是它慢慢也会进化，可是车厂一直不断的在追，在超前，在追。因为现在现代人开车用导航的比例太高，以前哪有用导航？以前是翻地图本的，打了一张大地图，旁边有个副驾告诉你前面要右转左转。后来慢慢演化成 Garmin 漆在玻璃上的，到今天为止，你看变成是印象主机这个萤幕已经跟你的手机可以做很完美的结合了。哦，你看我们现在走这段，前面是红色的，有没有？它跟 Google Map 一样啊，告诉你前面在塞车啦，但是前面没塞车。为什么这样？但它数据可能太少了。那如果是 Google Map， 它的数据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它会更精准一点。这台车我觉得各方面表现都足够应付每一个人的开车需求，只差了一个，我刚刚讲后悬吊太跳了。你看吧，我说我是三 C 笨蛋嘛，它的萤幕旁边有一个 AR 要按下去嘛，鱼骨头都出来啦，但是只限在这边啊。所以 NGT 7因车型的不同，有些会有两边的 AR， 有些只有单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够了啦。那我们现在回去开300，我们现在换具有系300啊。我们刻意把仪表板拨到服务的选项，可以看到它的胎压数值，20到225，有一个人是215，但是差不多，这个很低的。但是所有的弹跳来自于后轴。那我的结论呢，应该就是并不是车的问题，是原厂就给他搭20寸的大轮圈了，这又不是锻造的，重的要命。所以有时候啊，你要给车穿大鞋啊，穿鞋子的四只脚跟着升级啊，你还是用原厂的避震器，那这多余的弹跳就会很明显，尤其在市区时速50公里左右的走走停停的路段啊，你会很烦啊，一直有那种后面来的那个弹跳，就会不舒服嘛。高速公路可能比较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不是每天走高速公路，我也是会走市区啊，都是来自于后轴。那所以这个又像我刚一开始讲的、这台车没有选到气压悬吊，如果有的话，可能这样的搭配就没有问题了。我常讲，就气压悬吊它可以容错率高，不管是胎压或是轮圈的重量，它的效能会比较好，可是相对你要付出购车的成本。另外就是48V 熄火它无感，你如果很挑剔的话，它有停车熄火，你看像 BMW 只要装了 48V， 它停车熄火键就取消，但是宾士还是有啊，在引擎启动的下方了。整个开起来的感觉呢，其实300和200差在右脚踩踏油门的深度所带给你的饱和度，就是动力饱满程度。虽然排气量一样，可是你还是得感觉出这个动力它来得比较快。通常油门起步都踩 5%， 让车辆慢慢加速到50%的过程中，如果是200，你5%发现不够，你要踩到7%甚至10%，300 5%饱了，它就慢慢一直起来了。这个就是两个的差异，因为牵扯到什么扭力，你起步就扭力。在高速公路行驶超车的时候，那个时候取决就是扭力也会占一部分，但主要是马力。那在那个时候呢，200和300它们彼此间的差异就没有那么大。为什么？因为车有惯性的，车只要有惯性之后呢，你那种先天不足的特性呢就不会那么明显了。马力扭力比较小啦，或者是整个动力性能输出比较低啊，你在有车辆惯性时速达到100的时候，那种感觉就会大幅的降低。我建议你去展示间试车的时候啊，如果原厂配的是标准18寸，因为它18、19、20都可以选，18是标配，你标准如果是18寸的话，去开开看感觉，如果觉得 OK， 那就18寸就好了。不要为了好看选20寸，就选了20寸之后，整个行车路感就打了7折，那这台车质感就被打折了。你有比较好的外形，就像你穿一双很漂亮的鞋子，但是会咬你的脚，那你这样开起来，走路起来就不舒服，开起来也会不舒服。